嗨 ，Hello， 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用最这个温柔的眼光来检查一下这个 L， 哎 ，Messenger。那我们请到我们很久没有出现的黑熊来展现他的专业技能。猜起来，猜起来。哎，我现在第一个看到，其实这个叫做方向机有少。方向机油有少，有没有？它到这里，嗯，它接近热车的下限。那基本上我看到这其实都有点油气，有没有？对，有没有？这边尤其是这，哇，欸，这里蛮油的，这里很油。还有下面这颗啊，小哥。对啊，这颗是什么？哦，它的 PVC 阀那边也是油的，蛮油的哦。对，非常的油。油了喽？我觉得一定是有漏油的啦，我才不相信没有漏油哎。其实，哎，我们今天不是因为它是纳智捷，我们是。我也合理的讲，就是2013年，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油气，我觉得是蛮合理，只是说看夸不夸张。好了，它的泄压阀在这，这一颗就是它的泄压阀，原厂泄压阀内泄，这一颗。啊，我如果要装那个啾，就装在这里，装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它下面是不是有一些油？下面那个是水，那是水。对。泰山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尿人家？你是想尿人家？你说有一点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们要做出这个合理且客观的一个评估，好不好？哎，其实你看，这个好像换过了啊。对啊，这个看起来啊，就上次我看那个工单的引擎脚，哎，这个很像缓冲垫。这个是缓冲的，对，这个像缓冲垫。引擎脚，对，引擎脚这个也是换过。好了，上面基本上就是看完了。看完了，好，停下来，停下来看下面。来啦！哎，这么底盘都是干的，变速箱蛮干的嘞哈。对啊，机油三脚架也换过啦，传动轴这看起来也蛮新，都还蛮新的啊。对啊，哎，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不止他回原厂修那些东西。你看这传动轴，我看起来觉得像换过了，磨完回到过来没？可是我看他工单没看到传动轴，三脚架我有看到，他方向机有漏油，这边，我从这里看。它的防尘套是湿的，湿一半。哦，这个。哦，这个。要拆起来看，因为不可能方向机有无缘故会少。对啊。管线是没有漏。刚看到方向机就少一点。管路是没有漏。底盘蛮新的，都换掉了。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换新的。后面呢？后面应该没什么好看的。第一次避震器没漏。也是扭力娘哦。对，有没有又来了？扭力娘，来吧，就扭力娘。哇，看这颗什么？这颗什么小？这个有线啊，它电子刹车的那个啊，电子马达，电子刹车马达，有没有那个按下去啾，按一下啾，这条绝对不会很凶哎。它排气管里面怎么那么多油？看一下黑熊的手，哎呦，它排气管怎么黑？是油，对啊，因为不可能里面是这么油，里面通常是有水汽是正常的，但是不会有油。好，没有干的，干的。哦，好险 ，JKB 在记赞，好不好？发票记啊，阿吉听到了啊。还有馒头护臂啊，台湾马卡龙护臂啊，台湾马卡龙。那我们可以拆进去像看涡轮，可以啊，我把它放下来，拆。大家，你要看涡轮叶片，等一下要用手摸。好啊，小陈要说他要用触诊，看一下叶片有没有怎样。对啊，用手啊，他那个叶片应该不能轴心不能有阿索比啊，不能有间隙。对啊，不能有阿索比啊。头段大概会400多，怠速的时候不入档，车油门头段会超红。那用头段烤饼干，好吧？不要啊，烤香肠。好啊，烤香肠。这个轴心360度都在换，就是变成这样上下的弧度大概1mm左右。你们看到触诊就可以触到1mm啊，伸进去之后间隙很大哦，真的很大的。然后伸进去之后，间隙非常的大。你这个里面有一颗1mm的肿瘤，有没有？这边叶片的边缘哦，
翔成拆也拆完，看也看完啦、啊。如果以他现在这个状况，对，你觉得你评估一下，大概要哪些东西要稍微整理一下？把他的漏油先把它清干净，方向机就有一些渗油的地方跟漏油，方向机漏油 ，PVC 把对那边漏油的，先把它清干净，清洁干净之后，那、因为涡轮的轴心晃动，但是它还没有把叶片打烂，还没有磨到。正常叶片如果会磨，正常涡轮烂掉的话，它叶片会打到这个壁，但是它的还没有，它只是有一些脏东西跑进去，有伤到一些叶片。像这种伤到是不是就会稍微吃油？间隙在过大的时候，它才会产生渗油。哦，所以你觉得还没有渗的很严重？还没有渗的很严重，可是就是已经有一点，已经有迹象，已经有迹象。对啊，那像这种涡轮是不是不一定要原厂的、啊？不一定要原厂，可以送修，对不对？可以送修，可能10000块左右，一万多块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给大家参考了，好不好？要买这个，很多人哈、哦，我收到很多讯息，这台车说有兴趣的，可是我们这是实验性质，对不对？不能卖。那接下来就是出去。试开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！哦！哦！哎呀！他这个前后也不能调呢。对啊。啊，我也希望。哎呀，你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不好开，试看看了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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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啊，这发动不用踩离合器哦。要加。一般哦，我遇过的手排车。大部分那个发动都是要踩离合器的。你这剩恒温吗？不是啊，它没有显示啊，他妈的看起来像要显示，他妈做这么多黑的，结果没有显示啊。我不知道，干我以为会有那个易经啊，无啊，易经我很急。没有啊，没有易经的，就这样而已。啊，我这边要晒出去啊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没东西，啊，这是双黄灯。我刚发现这个很大声，你看后面很大声，有没有？我们上次撑起来看那个马达，有没有？哦，超大声的。它这个椅子这样我都不会开车了，怎么办？哦，脚好酸哦。我觉得啊，黄金猎犬哦，有髋关节方面的疾病。我倒车显影哦，倒大荧幕我显影哦。无，干啊，我唔知弄到咱巴士无。哎呦，其实哦。这样开车很危险，因为你的那个反应会差很多，反应会不好。啊，我们是要试山路还是要试高速？这样，这台试一下高速就好了。你看，你刚试完山路，还干我们家，现在妈的会丢。不过这刹车改了那个通风碟，跟那个来令片哦，这个刹车还不错。啊，它避震器其实也有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感受到？这车主也会看我们的影片，所以我们是要秉持着这个开好车、说好话、心存善念的一个态度来测试这台车子，好不好？像不是啦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我要替他发声一下。我们现在出来慢速当中，那个碟盘跟来令片会有叽叽叽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像他如果换这一种所谓的竞技型的来令片呢、啊，好、哦。它就是顾名思义，刹车皮比较硬嘛，所以它还没到达工作温度之前啊，其实它的摩擦是很尖锐的。你看我这个打档要这样，你看我的手，看人家跟他空安呢，哇哇，哎，差里送，哦干，哦跟空安的呀，啊，哦干，我其实我脚踩离合器很痛苦，干，所以哦，奉劝各位男生。不要把人家的腿压得太靠近肚子，不要这样给人家压。你在讲什么？我讲的是说，如果有在做瑜伽的时候，对，就是尽量哎，你看我手，我要二档最必雕啦，你看，二档的姿势就是这样啊，我手是这样，身体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啊，四档我看看，哦。我目前开起来，我要评车哈、喔，拍谁？他这个避震器的改装哈、喔，我开起来，我过一下坑洞一下。我觉得设定的还不错
我们上次看不知道是什么牌子，忘记了，好像是我朋友阿吉那边的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阿吉，这变器改得不错哦，啊，发票会寄给你，好不好？他，我们这个叫做强制业配。其实、哦、我以前我也给我朋友阿吉、哦、改过蛮多台车的避震器。我出社会的时候买一台黑色 K8 被骗，被二手车商骗，所以我才进入这一行。然后我一直到两年前，我又去找了一台黑色的，一样黑色三门的 K8 回来改。好、哦，复刻，复刻我以前被骗的那台车，但是我改的比以前还好，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钱改那个车子。啊，现在哈、哦，我们来看那 K8 零件真的便宜。哇，这发动机舵杆有点问题。我刚转弯的时候哈、哦，我感受得到它轮子在撇。好，现在三档油门踩到底，看，有一点点的涡轮迟滞哈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把大概七十公里的时候，我把油门踩到底，但是我感受有好长一段时间感受不到它想加速了。那现在我打到四档，哎、欸，这几档啊？哎、欸，这到底几速啊？哎呦，拍谁？五档，五档啦，十速。哎、欸，这摄像头假的，不要被骗了，好不好？上次有人在问，啊，我们科P也说这个是多拉库的这一台，我觉得他可能因为他有小朋友。所以我觉得它的避震器也是调教的比较偏舒适，就是等于是比原厂再稍微做一点点的升级的感觉，好，不是竞技型的，比较偏向这个道路行驶的感觉。那怕小朋友不舒服的情况之下，可能它的避震器设定就没有那么的硬。高速公路现在维持90公里哈，然后我现在五档，我没有退档，然后我做一个油门踩到底了哈。这边有一点点上坡，那它1800的哈、哦，150匹马力嘛，我只能说顺畅了，好不好？阿力贝公暴力，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这样，我觉得这个车评啊，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啊，来我们公司试车，我看到我们以前就是有这种 mega， 比如说啦，哦，好，假设你是消费者，你开着你那台 Focus， 对不对？来我店里看车，然后你看野马。对不对？然后带你去试车，特懂没啊？那油门踩下去，哇，那就高照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还是你来试 F35 G35，那下去我什么都不必说，叫你油门踩下去就好了，一冲一起，对不对？你本来开 Focus 啊，你开到什么比它只要比它等级高，你都觉得很棒。啊，再一个，你如果今天你开的是一台，比如说我随便说啊，CLA250 好了。2.0 涡轮的218匹的，你来我店里来看纳智捷 S5， 你怎么看你都觉得没力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时候哦，我们在卖车，我们还要看这客人开什么车来看什么车，有的车他怎么试都不行啊。我们身为一个帮消费者试车的人，不敢说车评啊，哦，或者其他车评，他们再怎么高级的车，他们都开过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来试车有时候会有一种盲点啊。像我现在开这台之前，我开86手牌的，我现在来开这台，我怎么开我都觉得绕塞。为什么吃法国菜要配气泡矿泉水？因为那个气泡矿泉水会刺激你的舌头。那你吃完一道菜之后，你喝气泡矿泉水，它刺激完你的舌头，你下一道菜又是全新的感受。你不会因为前朝遗毒有没有？影响到下一道菜的口感，对不对？这样评论起来，美食评鉴家就在这样评论，才会客观嘛。前一道菜有九层塔，还是前一道菜有香菜？你试吃每一台车，哎，你试吃每一道菜都不行，有没有？看小吃长知识，好不好？让你常常可以换知识。这刹车真的蛮厉害的，我说实在，它只有换那个竞技型的来令片跟化纤通风碟而已，蛮准的。刚刚前面哈、哦、紧急刹车，我觉得这样弄起来我就觉得还不错，刹车还不错。但是哦，我现在我的髋关节已经没有知觉了。不是，它这个很像在整骨嘛，就是它够颠的嘛，哎，屁股下去它就把你的那个髋关节折挤，对，一直挤的，我觉得很像在整骨，你知道吗？跟大家分享啊，为什么我们之前讲过嘛，其实换赛车椅哈、哦，一个是可以释放后座的空间，所以现在后座空间其实是加大，我这个位置的后面，这第一个。后面位置其实真的蛮大的，然后第二个是
为什么很多赛车啊、法拉利啊，哦，或是一些高级的超跑啊，都要坐很低，然后很薄的椅子，很第二个是轻嘛，功夫龙啊，或者是卡蹦啊，轻嘛，轻量化，因为椅子其实蛮重的哦。你像我们跟柯P，我们常在拆车子的内装，对不对？拆它的椅子的时候，那椅子搬其实是很重的哦。好，那第三个是，其实因为这个椅子薄啊、硬啊，所以它可以很直接的传递给你路面的回馈感受。再一个，有没有觉得说怠速的时候其实还蛮稳？有没有转速很低嘛？好，手排车转速都比较低，所以你怠速的时候你会觉得，车有没有发动？第二个是它的方向盘，我觉得引擎角的自振还不错，没有按摩方向盘的感觉，可能因为它也换过那个引擎角都换过了啦。可是啊，我说实在话哦，隔音还不错啦，真的啦。以前哦，同级车尼桑来讲，我之前好像节目也讲，用料都比较厚 ，Infiniti 尼桑有没有地毯呐、啊？哦，还有整个塑料的这个门板内部的隔音啊，其实以前从很久很久以前哦 ，Safiro 那时候开始哦，尼桑的内装的隔音用料都比较好。那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是不是因为他把这个传统带来这台车了？基本上我觉得它的隔音，它的这个风切声抑制的还不错。可是我现在一直听到口西亚的声音，哪里来的？它是隔壁的货车。我觉得这个车主他的选择是没有错的。第一个价格，他讲过价格合乎他的预算。第二个是说你可以享受这个换挡乐趣，但是它开起来我觉得只能算是顺畅而已。我觉得一点都不暴力，一点也都没有所谓你讲的你操控的乐趣或什么。但是唯一的好处是坐的人会感觉就像坐一般的房车轿车一样，对，不是像我们以前如果开到一些小钢炮车，其实坐的人是不舒服的。所以这个车坐的人还 OK， 可以接受，那开的人又可以享受一个操控换挡的那个感觉而已。但是你要说操控，我们等一下上去试看看。但是啊，你如果严格说起来啊，我现在开它引擎的力道、加速的力道啊，甚至比一些1600手排的，我们之前那种 C2 啊什么，可能都还不如。我的感觉是这样。我们要几档上山比较好？三档好不好？一档屁啦，一档妈屁啊，帮屁！哎呦，哎服呢？干啊！这有没有防滑啊？干！干这刹车抓不准。哇，软了，不行，刚刚那个应该要换二档。其实还是偏软，但是已经可以感受得出，原厂如果比这个更软的话，应该是会更惨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它的涡轮迟滞哈，真的在换挡的时候蛮明显的，要出弯油门要加下去了，就我就会觉得它没反应没那么直接，对，慢了一秒钟之后才会出去，大概就类似这样的感觉。我觉得它这出风的声音真的蛮大的，现在二速嘛。我跳到一速，好了。我以前是念空调，其实风有摩擦力，那风管、风控你知道吗？管径的粗细、形状、内部平不平滑，其实都影响到这个风的噪音。所以如果设计的不好的那种大楼空调，出风口声音会很大，排风管的直径、风量的计算没有计算好，所以就会造成说。你一样跟人家打到二速的时候，别的车的噪音没有你的车噪音大，所以制造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，每一个部位不同都不一样的美感，所以我们不要再笑人家了，好不好？人家能够做出一台车已经算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以前常人家会说啊，看你有那么多钱，你要去躺这趟浑水吗？你要去做一台车吗？我要，而且我要做得比他好，但是我没有钱，好不好？对，我本来想说，他
它这个调教的还蛮像自然进气的车子的，可是我一遇到斜坡之后，我就发现其实还是有，一定有的啦，不可能调到没有。然后就是那个一点点的涡轮迟滞感觉。以前哈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只要想到 1.8 涡轮，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哇，一点就高照，代代不 OK 啦。我是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坏什么东西啦，哦，我们也不敢讲啦。对啊，那妥善率我不晓得。上次公单出来，有人说哦啊，这就超车吼啊，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吼啊，有人认为这个自然损坏，有人认为说啊，低温刀一台吼修理够卡济，有诶无诶，有没有？哦，换了很多东西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客观的给大家评估啦。那基本上花十几万有一台可以顺顺开的车子，然后换哪里修理哪里啊，然后想享受一下打挡的乐趣，就这样啊。是说我坦白说啦，你站在我这种老屁股的立场，叫我花十几万买这个，我是不要啦。我讲实在，十几万我可以买一台 K8 回来，也是雕的很有感觉的。上次虽然我们看检查涡轮是只有那个涡轮叶片已经偏走了嘛，所以你之后有可能不知道多久，虽然小陈说哎弄弄还可以撑一阵子，那但是这也取决于你开车的习惯嘛。你知道什么叫延迟熄火？太太你知道吗？延迟熄火就是涡轮车哦，当你超驾完哦，因为它的温度很高，那通常都不建议说直接断燃的就把它熄火，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要让它在那边休息一阵子，怠速一阵子，稍微冷却之后，好，再做一个熄火，这样会保护那个涡轮。所有的涡轮车都要这样？其实是，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不用。但是其实如果是比较良好的习惯，应该是要这样，让它稍微降温，该油该要回去它应该要的地方，给它一个时间。所以以前哦，我们这种老屁股，以前最屌的就是开 Impreza， 上面会装一个那个延迟熄火，就是你钥匙拔出来，车子还一直在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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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下车门锁好，帅气的离开了，你的车还在砰砰砰砰砰砰砰，那你可以设定一分钟后、两分钟后，它自己就熄火了，那你人就可以直接离开了。以前妈老屁股最秋条的、最屌的就是妈下车门锁好，哎呀，你车哪可你换？哈，我这里都唔捌啦，延迟熄火 ，Turbo 泰马涡轮延迟熄火。那以前老屁股才懂了，你们年轻人不懂。欸，我要把这椅子换掉。我不管这个车啦，好，我们讲好啊，这车就是不卖啦，不要再问我小事了啦，好不好？这台车，因为啊，很多人说，啊，你们是不卖那自己啊，你给我加钱啊，不卖，玩过了不给钱就不算表了嘛。所以这台车，网友不要再来问我了，我不会卖的，但是我还是会买一张椅子把它换掉。看，这没办法开啦，我的髋关节又开始麻痹了，很痛苦嘛。不要再寄信来问啊，这个车不会卖，好不好？不会上架贩售。我觉得这个车的整个离合器的采放啊，还算蛮轻松的。就是以前有一些车离合器很重啊，那基本上这个车我相信遇到塞车，左脚给你左脚的压力应该比较没有那么大。好啦，反正综合起来哈，这个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买回来玩一玩是可以啦，啊，自排版的你们就自己评估啦，因为手自排版的就少了这种换挡的感觉啦。好，那老话一句，刚刚那个之前的工单价钱只是出来给大家做参考而已，那我们不表达任何的意见，好不好？感觉其实蛮软的。OK 啊，会加速啦，大概到70之内都还蛮快的啦。那速度70要再上去就变慢了啦。我现在只想要离开这张椅子了，痛苦。心跳吗？哦，这很痛苦。我觉得开这个车，我觉得我比较不像赛车手的感觉。不是啊，就是有一些车那种战斗气息，让你开起来觉得自己很像赛车手，想象。可是这个车哈，我觉得开起来，我觉得我比较像计程车司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它整个离合器采放啊，车子在加速的那个感觉啊，顺畅的感觉啊，转弯的感觉。好啦，那自己的分享就到这边啊，我们简单的帮大家测试一下，好吧？我也是第一次开，我蛮赛鬼，那基本上顺畅 ，OK，
好、哦、啊，修理的费用，修理问题多不多，毛病多不多，你们就自己去网络上查证吧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回来检查顶起来看，也是结果跟大家分享，开起来感觉是这样。那至于说之后还会再坏什么东西，这我就不知道，修要多少钱，那就自己去评估了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要记得帮我们在底下留言，好、哦、订阅，分享我们的影片，然后支持我们继续做更多更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好啦，拜拜。我在这要怎么办呢、啊？我在这不卖要怎么办？不卖，对啊，那你要怎么办？看，我们讨论一下，看是要砸烂呢、啊，还是要？看，钱不是这样花的。可不要砸烂啊！对啊，还有砸，好歹要十几万吧，这台车。砸半烂，不是，不要砸烂，砸半烂就好了。要讨论一下要怎么处理，不能卖啊！干，要不然那么多人那边酸，哦，哎，明白。